那是男子跳马。现在我们看啊，您说，平衡木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第一位参加比赛是来自贵州队的肖沙。嗯。现在规定就是，如果说采用难度表上没有的动作上法的话，扣掉0.1。当然，他刚才那个动作是不扣，因为难度表上有这动作。哦，这小潘、这个、小潘这个直抵后空翻站木、啊，这串难度价值很高啊。这是一串1.1的这个综合难度价值动作，但是他晃了一下。挺身前空翻，小潘接个拉拉提，又是一串1.1。助跑团身前空翻，马上接个后手翻倒叉。单脚向前交换的劈腿接环跳，四煞借个团身后空翻，啊，这串又是一个0.7，跳步接一个双腿后接环跳，上那双腿后接环跳的要求现在越来越高了，头必须要这个脚必须要碰到头，否则难度不承认。下法是个躯体后翻2多下，肖沙这车难度大致还是很高。他的教练何花虽然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，但是应该说他整个技术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，下法也用的还是很理想的一个。